今天来自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的教研人员将会在我身后这一座大楼里进行一场无论是演练的规格还是参演规模都级别很高的演习。那么这些平时是在课堂上进行指挥作战教学的教研人员，今天他们将会从课堂走向战场，来一场真正的战场较量。那么今天这场演习究竟是什么样的？现场又会发生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到演习现场去一探究竟。在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的作战实验室，一场新型的联合作战推演正在进行。作战指挥推演是国防大学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按照学讲演练考一体设计运用的人才培养模式，作战指挥推演正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中间环节。你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怎么应用到实践中去，怎么转化成为指挥打仗的实际能力本领。作战推演就是借助模拟训练手段，运用所学进入岗位战位，研究打赢战争的预实践。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虽不动用一枪一弹，不伤一分一毫，却仍然可以把一场完整战争中的所涉及到的各种要素全面地呈现出来。